第二艘载有超过2000名难民的船只来到了希腊莱斯博斯岛的比雷拉夫斯。聯合國宣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，小兒麻痺症自2010年以來首次在歐洲爆發。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發生火車出軌意外，導致了至少39名乘客受傷。意大利醫務人員在克羅托內港帶來了超過800名，大部分是來自克林特里亞的移民，很多都生病亦是受傷。国际空间站欢迎船上边三名新成员，其中包括来自丹麦的首位宇航员。